有没有人找我呀？没有。这个贴图好可爱哦，一定要买。但是我没有朋友可以聊天，没有朋友可以聊天，没有朋友可以聊天，只好想给妈咪了。听说这个游戏很好玩哎，下载来玩看看。举下拜，关羽一个箭步飞身一砍，战狂就像变了心的女朋友回不来啦！邀请十个好友可以送代币耶。可是我又没朋友，只好自己花钱氪金了。这是之前老板送我的哎，到期率到明年呢，我可以约朋友去玩呢。可是我要约谁啊？喂，是尾牙的负责人吗？我这里有两张游乐园的优待券，要捐赠给你们尾牙抽奖。分组作业可以跟我一组吗？传送，好期待哦。Later. 20 minutes later. 2 hours later. 喂，亮亮，我分组作业可以跟你们一组吗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已经满了，没关系。那我们下次再一组。嗯，好，好，拜拜。他们在日本呢，好好哦。她跟她男朋友去德国玩呢，好羡慕哦。只有我没朋友，没朋友，没朋友，没朋友。我又赢了，没有朋友没关系，强者都是孤独的。有两张，那我就可以去玩两次哦。完成，自己的作业自己写，不会有人拖累我。没有朋友，我自己也可以玩得很开心。剪刀石头布，请多多关怀周遭的朋友，有你的帮助，社会更加温暖。不洗澡，洗澡，不洗澡。到底洗还不洗啊？明天都没有约耶，明天都没有约耶，明天都没有约耶。很重要，所以说三次。那就不要洗澡好了。但是我今天都没出门哎，没出门哎。今天好累。好像没有很臭哎，那不要洗澡好了。好冷啊，今天才10度。小绿绿，我今天要洗澡吗？我不想脱衣服。就不要洗澡好了。哎呦，我就要破关了啦！
关就不洗澡，我要玩那破关。啊，什么事都不想做啊。妈，我是女神，不用洗澡，喷香水就好了。每次跌倒瞬间都超尴尬的，我一定要想办法克服这件事情。超痛的，不行，我不能看，不然一定超丢脸的。我假装没事离开好了。我一定要转移大家对我跌倒的注意力。你，就是你，就是因为你间隔宽就故意导致我今天跌倒的问题。今天我跌倒就算了，要是今天有个长辈发生同样的问题，导致骨折的状况，那可就严重了。所以，我们大家不可以忽略这个问题，我们必须制作告示牌来提醒大家注意。我上去去做。请问这整段话是说给谁听的？这么多人在看，我宁愿去医院也不要起来。记得来医院看我。No, rien de rien. No. 身为一个专业的大学生，随身携带抹布也是理所当然的。这个好像很好看，加入购物车。要买吗？要买吗？要买吗？哎，这件衣服蛮好看的，白色好还是蓝色好啊？白色我好像已经有了，不蓝色我也有了。那白色跟蓝色不太一样。哎呀，我不蓝色好好看哦，白色好容易脏，颜色好水色哦。哎呀，白色好还是蓝色好？都买好了，这有新条纹款式哎，可是条纹款式我好像已经很多嘞，上个月才买两件，但是这件条纹比较粗，穿起来一定比较显瘦，还是买好了。这件衣服好好看哦。其实下个月又会有新款哎，可是出新款就代表旧款会断货哎，还是赶快买好了。加入购物车，完成。
这件衣服也好好看哦。可是快要月底了，钱快花光了。今天31号，1、2、3、4、5，5天，再5天就发薪水了。拿500块吃饭应该就够了，剩下的再买一件。加入购物车，再5天就发薪水，再5天就发薪水。啊，新买的衣服终于到货了，来看看。但是这件衣服的风格好像不太适合我哎。可是毛绒的，好舒服啊。放着我也开心，嗯，好软哦，最喜欢这种材质了。这件洋装可以穿，这件衣服可以配我那件裤子哎，这件外套是我一直很想要的，这件衣服今天买一送一耶，这个月才刚发奖金，我这么有钱，什么都可以。买买买！耶耶耶！哈哈哈哈哈！Shopaholic，只顾加思索购买商品。